您怎么看？就是金华城案子，其实游说会又在爆料。他就说，其实当年2020年的时候，2月的时候，其实都发局有跟您说过，好像就有图利嫌疑。然后同年的3月，您接到指示，就是业者的陈情，就您就指示都发局要照办。是这样的啊、哦，这些议员哦，每天这种爆料就受不了，就是说，凡事哦，就 OK 啊，再讲一遍。这个哦，对哦，当时那个公文电子化，这就是我觉得骄傲的地方。因为我在离开台北市政府那一刻，你知道哈、哦，台北市的公文已经到99.85%的是电子公文，当时只剩下政风处的密件，还有人事处的派令，这个没有电子化，其他全部都电子化。所以这样资料啊，甚至我们连那个开会记录都有嘛。而且最近那个议会又有主调查团，我想又翻箱倒柜又再查一次。就把所有资料列出来 ，OK。啊，你们对那资料你们有什么问题列出来？不做这种工作，你知道？我也知道议员每天就是要博声量嘛，这我也可以理解的。但是这样，整个社会就被这样拖着跑。你看，从今年3月讲到现在，现在几月？8月，5个月了。那、啊、查出什么东西？啊，这个传讯，那个传讯，传来传去，哎、啊，为什么不就干脆把资料公开一次处理掉就好，让整个社会在那纷纷扰扰，浪费时间呢？跟他说，这个民众党竞选面子，当时候选人要自己跟党中央买，是真的吗？买哦，我不晓得，大部分都送的吧。买有可能、啊，买的话就是那个代订，因为我们有中央的统一的厂商嘛，好，那分配。所以他说面子买了960万，其实查过啊，里面有面子，有菜瓜布什么。其实我跟你讲，如果我们供应全台湾，还有这么多区域立委哈，其实那个数字也是。合理的数字啊，那你说如果超，我们当时好像是有一定的数额超过的，他就这样要扣他们竞选总部的钱，好像有这样，这个细节我就很不清楚，但是我知道好像是有这个制度。但怎么看说现在雪中送炭的是朱立伦主席啦，然后他可能还是要为接下来的蓝白合可能还抱有合作的希望，你怎么看？那啊，朋友，政治人物哈、哦，场面话大家都会讲了，对我们来讲，我们的问题我们自己解决嘛。那、啊、我也对我们的，其实我跟你讲哦。这也是台湾社会哦，我很遗憾的地方，你知道，就是说，当年党政军退出媒体是哪个政党的主张？我发现民进党已经变成他们要打倒的人了，就是说，哎，你们就控制司法、控制媒体，然后再做一大堆应用。其实我跟你讲，那每天政论节目那样演，你知道哦，有没有效？但有效，有看电视的每天这样看还是有效。那但是，这个对整个国家、哎、有什么好处？我就。所以说，人家说台湾那个现在政治上最大的乱源就是晚上那些政论节目啊，每天讲一大堆。那政治人物只是不管是利用政论节目，或者是推，不管是利用啦哈，或者是蹭你啦哈，那就是目前台湾社会的恶性循环嘛。我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柯主席现在深陷这个账目风波嘛，那党内的常委就有就是希望说能够约束那个钟晓鹏还有游淑慧，不要再攻击柯文哲。我们希望柯文哲主席或民众党能够赶快的厘清啊这些事实，能够平安的度过啊。我相信未来对于民众党也好，或者是国民党跟民众党之间，在立法院还有很多重要的议题，大家要共同来努力，共同来推动。在地方上也有很多一起合作的地方，所以我们希望。他能够非常顺利平安的度过。怎么看学者小令人对最近的风波有做一个评论？他说：“你推翻两党的挑战已经结束了，接下来会回归蓝绿对决。”这不会，这会这个小这一点我就很有自信的跟他讲，这个哦，没有这个，如果有他来台湾，再跟他纯粹做学术的讨论，蓝绿对决哦，如果让两党政治要长久存在，它有个先决条件，就是说。这两股政治势力在不同的年龄层，那互不要接近。今天台湾在这个40岁、45岁这条分界线上跟下，它那种蓝绿白的分布完全不一样，所以台湾已经没有办法再形成两党政治了。因为昨天中评会讨论了2.5小时都没有结果，那现在就是传说上好像中评委这边分成了宝山跟札山派，而且他们不敢动作，就是因为还要问过你，你怎么看？那第一点哦，这种重大案件，你知道哦。我也不赞成缺席谈判的，不缺席裁判的，就是说，他们的消息也是从网络上嘛，或者从这种
大家代为转传的，所以我觉得不公平。你怎样总是要，特别这种重大处分，你知道吗？总要给当事人来陈述嘛，哈。所以我们还是尊重中评会独立的审判意见，但是我认为要给当事人有一个去说明的机会。所以后来他说好，那我们就先把案情了解，然后下礼拜二吧，再把当事人找来说明。我跟你讲哦，辞职走人最简单的。这有时候留下来散落才比较困难的、啊，所以我也跟人讲说，哎、欸，这个谁的，这个该是谁的责任，谁要出来把它弄好，这是我的态度啊。所以说你自己比较偏向不要开闸黄珊珊嘛，不是、啊、觉得他留下来。该处分的要处分哦，当然有政治责任来说，但是也不是说一次就把人家全部干掉，这也不对的。主席会不会担心说黄珊珊如果真的被开闸之后，会影响到未来2026布局？因为现在外界有一个说法，认为说中评会最后的决议，您的态度是一个关键。那但是这样的哦，历年当然会，我也有我的想法嘛。但是毕竟中评会哦，这又回到我们台湾民众党的特色。这每个人哦，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想法，有时候也是很难预测的。就大概就这样。好了，所以主席，那你的想法是什么？哎，我觉得第一步啦哈，其实对我来讲哦，处分来说，那个再说，先把整个故事先把目前这个事件先结束了，因为这才是当务之急。要不然每天媒体这样炮轰一下，这个有一句话说没有死也半条命。其实我非常清楚的，那个凭证啊什么都在，我对我们的人基本的是有信任的哈、哦。只是说会出这种匪夷所思的事，你知道吗？我既然有，还有一点呢、哦。台湾民众党就是太诚实了，我们就是诚实申报嘛，哈。第三个呢，其他党就在想说，哎、欸，这太危险，干脆不要记录上面。我们不会，我们就是该我们就是该记录的全部记录上面。啊，当然写的越多，就被挑毛病越多。不过我也想过了，我倒觉得哈，宁可诚实面对问题，啊，然后。在过程当中，把我们的缺点一样一样改掉，这是比较好的。好，今天是送。所以可以说今天完全没有结论，那为什么还讨论了这么久？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委员七位委员都到了哈，那我们经过各方意见都有，我们大家也了解，本党就是一个哈，这个比较可以开放大家来共同讨论的。这个各委员充分的来表达意见，啊，所以说在会议中哈，大家的各方意见都有，所以说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哎。各方意见包括说开除黄珊珊。哎，我们各种意见都有，各种意见都有哈。今天我们早上召开哈这个中央评议委员会啊，针对柯文哲选举期间的政治现金的以申报异议哈。我们这个根据我们这个台湾民众党中央评议委员会这个违纪啊申执行办法哈、啊，我们的第六条啊，那经过各位委员哈、啊、充分的讨论哈、啊，认为就是说，我们根据这个办法的第七条哈、啊，那认为应该请当事人，因为这个是重大的这个事情哈、啊，因为影响他们个人权益甚大，我们应该请当事人哈。啊于下周哈、哦，我们再来召开这个中评会哈、哦，请他们到时候与会来报告，这个说明。哎，